我，又是我跟明明。对，因为我们好像一起播三次了。对，好像基本上都我们。Hello， 晚上好，我超级久没有晚上直播。我算是跟你差不多时间，我也很久没有晚上播了。我是好像一个月吧，有那么久吗？自己觉得很久。我好像有三个礼拜。嗨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嗨哟，现在有加两台手机。然后我跟明明，哎，我来制定一下，我先来制定一下我们的身高体重。身高体重，明明是168吗？168，48，48。然后我是168，57。我们两个差了快10公斤，哈哈。等我一下哦。167，48，168，57。嗨 ，Hello，Hello。还是大家都已经不认得我了，因为我太久没有晚上播。大家还认得我们吗？嗨，666，超久没有晚上播。我们的班长。对，他是班长。对。然后我们两个身上的这个 bra top 都是同款不同色。然后虽然我这件官网是写灰蓝，但是我觉得它其实比较像墨绿色。对对，刚刚看很久哎，我们刚有研究。对，然后所以我就配了这个 Soldier Jeans， 这件很可爱，我第一次穿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然后明明穿的是白色，我们穿的都是 M 号，我脱下来给你们看好了。这个，我们两个都是 M 号。我们 S 号是完全扣不起来，对，这样摸边都没办法。对，然后这一件我觉得它剪裁很利落，其实也可以到海边玩的时候穿。我觉得它这个型很适合去海边玩的时候穿，有一点微比基尼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要认真玩水，没有要下水，就是要在拍拍照啊，沙滩那种的，就是然后泼泼水啊，我觉得可以。对，泼泼水可以。我们两个胸围应该差不多。胸部大小差不多34D。我也34D。嗨，要选 M。 Hi，Elaine，Hi，Rico。一开始就这么辣，对。夏天到了，这中的新品超辣的。然后我们两个都是穿同样的尺寸 M 号，然后它后面的设计呢是一个拉链的设计。然后如果你平常比较不会自己一个人就是拉后面的拉链的话，你这件你可以就是肩带你先不要穿。然后把它反过来，然后拉起来，然后再反过来，然后再把这个肩带套上去就可以了。其实很简单。这个上衣有胸垫，我觉得如果真的不会像你刚刚那样穿，拿去给改衣服的，去改个钩子哦，就像女生穿胸罩那样，就直接这样勾起来就可以了。对，那50块而已。这个上衣有胸垫，然后它是算薄垫，然后它这边上面这两条线。是有做一点钢圈，可是是软的钢圈，所以完全不会不舒服。它是那种，对，软软的那种。它的剪裁很利落，这件很帅。想看 Serena 穿 Georgia Jean， 我等一下看看有没有我的尺寸，好像没有在办公室看过 M 号，等等去找一找。然后如果你觉得穿这样子太辣，你可以搭一件衬衫。这件绿色我有买，可是它是很快就开预购。对，这件现在已经开预购，因为之前就是热卖到，直接秒杀，直接一秒卖完，三个小时内就没了。对，然后因为我里面都是墨绿色配墨绿色，然后所以我搭一个这个亮色的衬衫，也很好看，对吧？对，这是灰蓝色哦。对，它官网是写灰蓝色，但是其实我刚刚跟明明一直看，就觉得它其实是有点偏墨绿色。对。刚刚看超久，想说，是我眼睛怪怪的吗？没有，我也思考了很久。快露出这，对，这件就是很辣。这件就是那种呼之欲出的。这一件 blue jeans 的名字叫做，你只要搜寻 pocket 就有了。这件裤子的中文名字很可爱。好像叫做穿错面吗？穿错面，穿反面。反正你搜寻，因为它口袋这个 pocket 就有。它口袋，因为通常牛仔裤的这种口袋会是在屁屁，对，就在屁屁这边。像我这个应该有。
就是这种坐在屁屁，然后他就是把它坐在前面，穿错面，对，可以单看泳装吗？请问白色桃子长裤 S 会开预购，白色桃子长裤 S 如果官网没有，目前就不会开，目前就还不会开。嗨，脸书的朋友，单看泳装，其实它这个它是 bra top 不算泳装，只是我觉得如果你要去那种沙滩，其实是可以这样。它侧面其实也很好看，它是这样有点这样斜下来，然后这边是软钢圈，所以就是它很显这边瘦。对，它这个软钢圈的设计就是让你有这个挺度在，然后侧面也是有这个挺度在，但是是软的，所以完全不会不舒服。再给你们看一下背面，很辣，它就是做这个一条拉链的设计，然后这边就是两条细的，然后是斜的，超辣。我们两个就是穿不同颜色，这一件就是只有两个颜色。然后这个衬衫真的是很好看，这个很百搭，而且你也可以直接这样把它绑起来。就是如果怕太露的女生，就可以搭一个，对，就可以搭一个衬衫。我觉得夏天就是要亮色系，对，就是你里面是一个很帅气的穿搭，阳光沙滩比基尼亮色，然后外面是亮的，对，然后再往后拉，其实也可以，好看吧？嗨，吉利亚，你们还想看什么吗？那我请敏敏去换一套好了。好，然后我们今天会抽超多奖，抽超级无敌多奖。你们有人有去留言吗？那我现在来抽一个好不好？因为今天要抽脸书的破两万，跟母亲节抽奖，然后还有太多了 ，IG 的母亲节，好像有点雾雾的，可能是特效的关系。那我把灯光调亮一点，这样有好一点吗？很夏天，对，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亮，然后有开预购，然后这个别针你们应该都知道，就是它可以拆下来，然后别在不同的地方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先来抽奖，还是你们没有想要抽奖？想看 Serena 穿牛仔洋装好，我也超想穿那件，我今天下午已经有自己先偷穿，然后超好看，那个牛仔洋装我自己。今天试穿完我就已经决定要买了。 bra top 弹性好吗？这个的材质其实是比较没有弹性的，它是比较利落的设计，然后它有一个软钢圈，我把这个解开给你们看，没有手了。想看 Georgia Jeans 好，你们都有留言吗？ Rico 跟 Christina， 嗨，好，C 恤 bra 来了，但是我现在穿的是 S 号。我觉得这件它的最大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很遮副乳。我现在穿的 S 号其实就是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副乳，但是其实我是有副乳的人哦。但是我穿 M 跟 L 就是完全副乳全部不见。这一件我觉得真的非常强，就是如果你平常不太敢穿 bra top， 因为怕就是会有点挤副乳的话，这一件完全可以，因为它这个。细线就是做到很外面，这边挖得很外面，所以超级遮副乳。然后现在这个是沙色，这个有三个色，然后我自己也是最喜欢这个颜色，然后它也是非常舒服滑滑的材质。身上这件多少？你说哪一件？现场有 Kendall Denning 吗？等等我来找找哦 Rico。想看 Serena 穿，对，我今天直播前全部都找过了一次，这次补货到现场有没有，但是目前都还没有。珊珊我来啦，好可爱哦，很可爱，我喜欢这一个，很像监狱兔。OK， 然后呢要跳那个舞，暖油暖油，超可爱。而且它这边是做立体的，就是它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看它是就是做立体的设计，它有质感。可，我会觉得有点热，我怕热。Serena 的 bra top 材质是什么？我觉得是
滑滑的材质。对，我这件是 M 号。哦，是 M 号吗？对，我要跟你们更正，是 M 号。明明刚刚身上的那件裤子是 M 号。3333，这件是 M 号哦。好，他说他再想想。千鸟格试穿的是 S 号，对不对？等等，帮你问一下明明，可以穿白色针织上衣吗？你说背心吗？你说 Nova 吗？身上的这个是叫做 Seashore Bra Top， S E A S H O R E， 我觉得非常遮腹，然后材质也非常舒服，是滑滑的运动材质，然后每一件下面都有做这个 UU 的织带，然后我觉得它是做比较短的，所以我觉得很好看。背面呢就是一个大挖背，但是它就是比较利落一点，后面是做直角，好看吧？这个纱色平口牛仔裙穿喽，一开始有穿，好像是第二套就穿了。抽 IG 的，刚刚是抽脸书母亲节，然后一开始有抽那个脸书破20000，然后还有抽 IG 母亲节，下次一定到我抽到。好，我觉得脸书中奖几率很大，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每个都留， IG 也去留，脸书也去留。今天的新品什么时候上架？诶，是昨天上架了，星期天漱口袋社团会直接公布，就不会在直播里面抽出来了。星辰则灵 FB 母亲节活动刚刚抽掉了，抽了八个幸运儿。今天抽了3个贴文，抽了10几个奖项。等明明回来，所以中奖都是私讯 IG， 对，可以私讯 IG。